戏嘅。同埋呢个故事内容系讲述啲北宋嘅事啊，辽兵犯境，先锋赵廷桂啦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喎。但因为地势不明咧，就弄致到咧狄青夜闯三关呢个故事嘅。咁我哋以掌声欢迎丁一龙先生、陈凤鸾小姐同我哋主演，亦都有请古咏仪、冼丽卿友谊演出嘅。Thank you.
有一夜可心下事，欺服自乐，若以无法万说是驸马心事啦，就算是父王的国家大事，哀家不猜又自何啊？哦，那猜又如何呢？公主虽不重不愿意咯。哦，如此说咯，就请公主将本宫的心事一差而理。好啊，又差错啦，
Thank you.
雪落，公主，因何你现在有下力发话呢？驸马爷，我哋夫妇情深，哀家有何忍见你为刀为马而受离宫锁呢？哦，咁就多谢公阿主啊！最难思漫古愁，人生难得几回聚，莫负此命。Cheers!
再熱烈掌聲，多謝丁一龍先生、陳鳳聯小姐，亦都要多謝古詠儀小姐、冼麗卿嘅友情演出。真係無奈啊，接到家書就作出呢個決定，非常之多謝四位。